矿。天，这么坏，你的屁肚全没了。来了。哎，我说你，一个大学生，你跟傻子打什么架呀？啊？来来来，快给我看看这个，连天坏，你这。别闹！干啥呀？大学生在这儿，你来劲是不是？啊？啊？哎！来劲是吧？刚给足了药，你就不知道好歹了是不是？我放的，看什么看呀？怕你挨揍呗。谢谢茉莉姐。你说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连自己的人都管不住，还好意思问我？茉莉啊。你瞅你那点出息，除了女人就是破游戏，你还能有点正事儿？你是说傻子和大学生打架？那算个屁事儿啊！我说的是二壮。二壮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坏规矩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偷货，偷吃。怎么办？我用得着跟你说吗？啊！今天我就是给你提个醒，以后办事给我上点心，要不然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是是是，一定记住。哼，走吧。电脑不修好，怎么玩你的破游戏啊？臭婊子玩意，当老子是瞎子啊？我他妈是瞎子！臭不要脸的！啊！开饭喽！开饭喽！快，赶紧吃，别着急啊。啊，趁热吃，趁热吃啊，趁热吃。周大叔。哎，孩子，你怎么不去吃啊？傻子被关小黑屋了，我给他送饭去吧。你们这叫不打不相识啊。不是，傻子一根筋儿记仇，我怕我撂单的时候他打我。行，我给你盛啊，孩子。多盛点儿。周大叔，能再给他加一个鸡蛋吗？行，你等着啊。老周。哎。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呀？特餐大丸子，快去吃吧。
谢谢周大叔。以后啊，你别光傻子傻子可叫，你叫他儿子，他就不打你了。哎，知道了，周大叔。啊，谢谢。走吧，孩子。啊。怎么样，会叠纸鹤吗？会。你用那张纸叠张纸鹤，过两天有一个马科长回来，到时候我会被转移，你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把纸鹤交给他。马科长？哦，据我推测，实验室肯定在砖窑里，如果可能的情况下，想办法在入口处给我做个记号。怎么了？不容易。不是，我在想，每次我到入口的地方，我都能听到砖头摩擦的声音，地上还有红砖磨出的小粉末。说具体点。先开始就是两块砖在一起摩擦的声音，紧接着是啪一声，就好像两块砖敲一起的那样。不过你是怎么断定一定在砖窑里？他们每次都带我走好久。那他们是在兜圈子。上次马科长来的时候，梆子叫大壮和二壮装成黑苦力干活，他们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到了这里。我明白了，那下次我再到入口的时候，我用红砖在墙上画上道道，一定注意安全。二壮，你放嘘，好像出事了，你去看看。二壮，兄弟，二壮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哥哥在，哥哥在，二壮，哥哥在你旁边了，二壮啊，兄弟，你敢跟我兄弟下毒，我弄死你！干什么？他给我兄弟下毒！大壮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二壮都干了些什么？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原来是你，怎么着啊？反了你了！我们兄弟跟你卖命这么多年，你也太狠了点吧你！都怪我狠，你早就应该看着他点儿，能有今天吗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后谁要是坏了这个规矩，跟他的下场一样。二壮，哥对不起你，哥。死了，彪哥说二壮坏了规矩。什么死状？口吐白沫，看样子是彪哥让老周下的毒。哎，你没吃吧？我没吃，不过你放心，目前他们还没有怀疑我。不是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现实世界里的怪物比游戏里的凶狠得多，现实世界更复杂，不那么容易升级当英雄，所以更需要担当。你跟游戏里不一样啊，独行客多酷啊，比电影里的郭靖、段誉还威风呢。现在像个真人。
我明白。最后，还有一件事儿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结尾一定是三，到时候我会制造混乱，你一定得配合我。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进入他们的办公室，在电脑开机状态下，把这些字符串输进去，我们的人会立刻赶到，把这里的怪物一网打尽。放心，我绝不让你失望。我相信你。可以确定，嗜血成性的假药物操纵着黑砖窑的一切。从我第一次看到成心的那一刻，他就在提防我，想把我除掉。傻子，赶紧吃饭去，一会儿没饭了。我说过两天我买菜的时候你跟着我啊，你就跑吧，听话啊。二壮死了，口吐白沫，前两天刚压死一个，烧的灰都看不到。